对了。嗯，好啊，那呢就拜托你啊。哎，条贵，我刚刚有听到查甫囡仔的声呢。我冇听到呢，而且这声音敢那熟悉熟悉。嗯，黄昌这个笨手，明明就伫咧厝里，又见唔得咧，真正是哦。崔英呢？我帮你开门。哦，唔免啦，你先去整理你的房间，我来开门就好啊。哎。哦。嗯。你开门。哎。那没人开门啊？黄文昌。那是恁，恁来创啥？你总算是开门啊！恁哪会知影我住咧遮？幺幺在美国，你拢有法度找到伊。你刚刚在台湾呢，你俩阵我无法度找到你哦。啊，是讲你姐娘大，我刚才听到别人的声呢。奇怪，我当然是姐娘大，就准讲我要喊别人大，迄嘛是阮家的代志，你管袂着。是啦，亲像你这款无花无目屎的人，无人要跟你大。逐天哦，看你这张面就野神。啊，不过是讲，我拄才听到你咧讲话呢，而且佫有十不斤内声呢。你是寒病哦，我咧看电视啦。恁来到底有甚物代志？紧讲。嘿，你俩准讲我还来哦？那不是因为你用悠悠的代志去对王立伟，我才无想要来呗。文秋，我问你啦，你到底要安怎做，才愿意放过干爹？佮看哪讲，干爹嘛是你的亲生爸爸，伊有悔啊，身体佮无好，我真正就不忍心看伊为着幼儿的代志，才尔受折磨。所以我今日来是想要甲你讲条件，我愿意靠近干爹，用伊一半的财产，甲你换幼儿园甲付款，你认安尼好？好啦，这个代志我会考虑。你紧张？哎刚刚伊讲话有淡薄仔心虚，唔知咧惊啥，